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 FM. W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听音乐。Hit 周末。站在夜店门口尿尿，于是顺手解释成功也是刚好。灰姑娘直播着被霸凌的咆哮，两位姐姐做完被告累了通宵，傻狗血的剧情观众又累又笑。爸妈说睡懒觉画面必须剪掉，想好吗？生来比较高级，再拉生来下流到底。第二是来自乡的点妹子，听妈的话是杰伦的意思，猫包昨天的地包得的吊死，然后开着法拉利就知道死，最后出庭又是多个几下，就能都出狱继续乱砸。格林冲跨，格林冲跨，成人世界里只有剩下干话。格林冲跨，格林冲跨，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痛跨？格林冲跨，格林冲跨，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冲跨，格林干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Hit 周末，这里是 Hit FM 的魔王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97.1，花东107.7。在我旁边的呢，正是 Spark，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Spark。嗨，刚那个你要不要挑战一下？我觉得你一定能念得很好，你就是不要念 FM 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刚刚一念完，他有用那个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对啊，我的天啊！我跟你讲，你念个几年你就 OK 了。真的假的？对，你绝对没问题的。不要念 FM， 就北部107.7。其实这场要考来宾，这场要考来宾啊！对，北部 FM 107.7，还是不用讲 FM 是不是？不用讲 FM， 就北部107.7，中部91.5，南部90.1，宜兰有7.1，花东107.7。周末节目，哇，超难，我觉得还不错啊，OK 啊，掌声鼓励鼓励，而且他有那个自己的 feel， 有没有？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对。初次见面，初次见面你好，非常幼稚的年轻人，对，今年20岁，是刚好满吗？对，所以这算是这张专辑算是送给自己20岁的成年礼物吗？这张专辑其实是19岁时完成的，对，然后就是把19岁以前经历过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子。但花了多长的时间写呢？其实花了6个月，很快耶。对对对。啊，那这是一切是怎么开始发想的？因为这张专辑就叫做《格林成人童话》，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格林童话》，但长大之后发现，其实《格林童话》不是给小孩看的。对对对，你是从哪一个 moment 体验到这一切的？对，我其实我17岁时就已经开始接触幕后，就是去做电影配乐啊，然后接广告啊、案子啊，所以就是其实就很多观察的这个层面吧，然后这时候就累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可是呢，我就17岁，其实还很稚嫩嘛，还是一个对淳朴的小男孩。17岁有吗？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啊。好，所以那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幕后的工作。对，是为什么会开始做幕后的音乐呢？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导演朋友，所以他其实就是会找我来帮他配乐啊，做什么的，所以因此就是也由他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去，接了很多线，对，然后也去片场当收音员啊，拿布嘛，拿麦那些都会、都有做过。这是你本来就想要做的事？对，那时我就很感兴趣，就是对电影也蛮有热情的，什么都想要学。对，那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呢？对，现在是就是其实完全不同的方向哎。对，那时候就是18岁要申请国外的大学，然后就接触了，就是需要写推荐信，音乐的推荐信，然后那时候就找到了陈静玲老师来帮我写。是，你怎么找他的？因为我的以前
在更久以前，老师是林尚德老师哦，对，所以就他们就是有认识，然后就帮我推荐给他。那你真的运气算很好，对，真的运气幸运。第一次，哎、欸，那有碰面吗？那时候有，就是碰过一次碰过一次面，然后请他写我的音乐这样子。那他当下有说什么吗？就是他觉得很棒，然后他觉得就是希望我能一直跟他就是合作，对，就是给他传给他交流听这样子。哦，他就顺着也新歌，你就是一直传给我听。对啊，对啊，就是。传给他听，然后他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去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是有一直联络，就是给传给他，哎、哦，近期的作品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哎、欸、觉得这些作品应该不要一直待在后面，就是应该要发表一下，应该让大家听到。对，去国外多久的时间、啊？我去国外读了一年的一整年的书，然后就是陈老师就是跟我讲说，哎、欸，你要不要走？目前一下他好乖哦，他叫他陈老师，我们都说陈老师。嗯，对，然后我就回来了。嗯，就回来做音乐。对，我是保留学籍，我还没有休学。哦，那你是去念什么？我是念电脑科技音乐系。哦，还是有相关的。对，对相关的、嗯，可是它比较偏，比如说麦克风怎么做啊，然后这音响怎么去做、哦，比较偏物理工程的感觉。那很硬派耶。对，所以音乐的层面可能就些微少一点点。这一个是比较。实际面，然后一个是比较浪漫面，对对，就是两个东西都想要学，都想要学，毕竟还这么年轻，对不对？那这音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音乐其实是那时候14岁就开始看，我那时候14岁看到了17岁的 Alan Walker。他发表第一首歌、哦、那个飞的我知道、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欸、他才大我3岁、嗯、然后他可以做到这么多让我觉得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学电�脑编曲、嗯、然后学那时候就学3套自己学就是 看网络上 YouTube、啊、YouTube 学真的好像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好老哦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对然后就直接看 YouTube 对我就开始学然后学到15岁16岁就开始接触一些案子、啊嗯、开始配乐这样子、嗯、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首歌吗对我还大概记得是什么样类型的就是有一点舞池类的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 four on the floor， 就是 beat 比较会跟着节奏摇摆的那种，对对对，就简单的歌这样子。但是从14岁开始对音乐有兴趣，到今年正式推出了这张《格林成人童话》，其实整个是千回百转，就是有很多的路程， 对， 对不对？这一切你觉得最艰辛的是什么呢？最艰辛的吗？其实。都是自己的坚持，嗯，吧。你有想过要放弃吗？就是这份坚持，就是会很艰辛，嗯，就是路上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叫你不要做了。对，然后可能甚至不是这样子，就是，换了很多不同的方向，嗯，想要摸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嗯、其实至今我都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一切都是比较跟着直觉走的感觉。就你觉得现在想做这个，就是做这个。对。那你听过最不好的是什么？倒是没有特别、啊。最被打击的是什么？哦，那很好啊，听过就忘啦、啊。对啊。那 OK。我个人是短期记忆很好、嗯、然后长期记忆很差的。就不想记就不要记、啊。对。嗯。然后我都是因为长期记忆很差我就写日记这样子。或者是应该你是只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会记得吧。也开心喜欢的事。对不对你看像你14岁写的歌你都记得。对啊。对。就可能是大脑帮我自动过滤 掉。这样非常好啊就没有必要被那些影响啊才能一直坚持自己的方向。好。那这张专辑刚刚有讲其实是你19岁前看了很多的现象所写的对因为在里面真的讲到非常非常多耶还讲到斯德哥尔为什么一个19岁的小孩会去写这首歌其实我 这首歌呢其实就在讲比较像是你去支持一些伤害你的人或者是你去爱一些会伤害你的人这种概念吧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对那时候其实，就是看了很多，一些朋友们去支持一些明明就是会伤害到他们的事情，然后他们往往会一直往里头钻。然后你说，例如像感情啦，或者是友情啦，明明觉得那个人不 OK， 还是继续对沉迷现在里面，就是他们就陷在一个无限轮回里面，所以就觉得好像要点出来。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好了。好啊。偏偏爱上你快对我用心
偏偏爱上你，像被踩脚底，越痛越刺激，越伤越沉迷。爱像个谜题，一个 S M 的背心者，加害被害者的爱你元素，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抵触。或许你的物质他最懂，才有你结果你割下你的肉，独特的双峰，就像浪与高扬，自寂寞的边锋，是爱上你该恨的对方。是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 Spark 呢，请到黄毅来到现场，这次带来个人这个最新的作品，首张专辑《格林纯人童话》。对对，这个名字有想很久吗？其实这个名字没有想很久，因为一开始我大概蛮早以前就知道说，哎，《格林童话》其实在出版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就是充满了那种血腥、暴力、色情，那时候就知道是一个非常反差的一个东西。嗯，然后反而这张专辑也是在讲一个反差感吧，就是我所想象的这些社会现象，跟我所看到的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刚刚好 match 到，马上就想好。对，但专辑里面也有一首同名的歌曲，没错，它本来是叫另外一个名字嘛。没有，它原本就是叫，原本就叫《格林纯人童话》。对，所以在写那首歌的时候，就已经是决定要把它拿来当专辑了。对，其实那首歌其实就是整张专辑的统整了。就是我是从他开始的吗？那不是，是最后把这首歌完成的。哦，是哦，对，最后才写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想做的就是一个超级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是一个实验性的歌曲吧，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曲风全部塞在同一首歌里面，就是前面有交响乐啊，然后到中间有 EDM， 然后再架构是用 EDM 的，然后再用 Hip Hop 的鼓点，然后就是把整张专辑所有的概念就塞在同一首歌里面，就想要说，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混杂的，很多冲突的，很多冲突的。对对，而且你上面写的小红帽生来比较高级，大野狼生来就下流。对，就很多人对一些物象表象就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既定印象了。对对啊，但其实也不一定，也真的不一定。现实生活中很多小红帽其实是对，对不对？披着小红帽外表的大野狼，这样就污蔑到大野狼啦。对对对，对不对？这是，是啊，但没办法，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被教育成就是会有这些。对啊，对，刚刚有说，其实最后它是一个主导，你在里面讲到了非常多的话题，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格林纯人童话》里面聊到哪些呢？像我们刚刚有讲了，有这个斯德哥尔摩人质症候群，就可能自己明明是被绑架的，对，被凌虐的，但是却沉浸在里面，然后却陷入在那个里面。对，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了，像双面人啊，嗯，然后《格林纯人童话》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主题吧，比如说有涉及到一些就是时事上的东西啊，嗯，然后再到政治啊，再到一些现象吧，意象现象，嗯。主要其实想表达都在其他的歌里面，这个只是比如说只浅浅的带到而已，没有特别给他一个很深层的概念。对，比如说像 Fendi Girl， 对 Fendi Girl， 就又讲到在夜店的一种文化，对，就素食爱情，对，就明明背着名牌包，却要来蹭酒不买单，有一点这种感觉。其实观察了很多周围朋友的一些现象，对不对？没错，所以他们都是你的灵感来源。对啊，那黑镜呢？是因为看了那个影集吗？对，黑镜呢这首歌比较特别，嗯，黑镜其实在讲的是人性与科技的一些冲突吧，嗯，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把电脑上面的那个贴起来，你说镜头吗？对啊，就是，没有哎，被监控的感觉。手机其实是不是也要？手机是不是前后都要？比如说，你不会常常觉得，你那可能讲一个什么，突然全部都是广告就出来，而且其实我还没有搜寻过，对啊，超灵异的，真的很可怕。但这是没办法的。对，其实灵感就是这样。我从常常就滑 FB， 然后就会看到我前几天讲的话题的广告出现，嗯，然后我就觉得，鸡皮疙瘩，对，鸡皮疙瘩，然后就想到，其实《黑镜》这个电影就是在讲这些，对，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黑镜》里面有一个跟《围观者》有点类似，对，《围观者加一》，《围观者加一》，其实他也在讲一些网络霸凌，然后一些就是网络这些
霸凌之外，就是他们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大出来看，一个人一个人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是不也是不完美的。嗯，其实网络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比如说可能要查资讯啊，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东西，但相对的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暗网络。对，但就是不可能，我们又不可能不用。对啊，嗯，所以就把它写出来。对，把你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写出来。那其实在这张作品里面，你跟很多的人合作。没错，嗯，有Karen CC， 是，然后 Lydia 韩瑞，还有一个朋友是。对，我刚刚小道消息听说你有用那个小号去观察。Karen CC 哦，对，你有在那个追踪他，就是你另外一个账号吗？对对对，我本来就是有，我本来就是一个潜水员，嗯，就是在没有任何 IG， 就是啊，你没有认证，我都不会 po 东西，然后也没有去追踪，就是没有去。你说你本人就只有那个账号，然后那个账号是没有 follow 任何人，对，然后你也不会 po 任何，也没 po 文，就是。只有认识的人才知道那是我。现在很少认识年轻人是这样，为什么呢？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我比较习惯这种看别人潜水员的感觉。会有一个那个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就是感觉好像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就全部都是荧幕，然后就都在看大家。哦，没有这么可怕，那个感觉好可怕。刚突然好太阴森了。但是你如果想要哦，你自己也没有那么想要分享吗？对，其实就是一直是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享受当时的生活。对，真的，我后来发现追踪多的人其实真的会分担，应该是说 share 掉很多你的时间。对啊，我还会去思考，哎，他们想看什么？那时候其实就真的很快乐，像是跟电影拍电影的时候啊，然后就是不会去在乎到特别的多的东西，就是享受当下的环境。这其实也还不错，但如果很多人想知道你的近况，就没办法呀。我现在就开始习惯，就是两边都要并行。哦，所以你现在有另外一个账号，对，现在就是创了一个新的，就是专门分享给大家的，对不对？我就想说，就如果对，那都会分享些什么呢？其实分享就是近期的活动，因为近期也比较多这些。音乐上的快闪啊活动，还有这些高潮列车的东西，所以就是近期先分享这些。好，刚刚有说那个，因为其实本来就还蛮喜欢 Karen CC 的，对，所以有在 follow 他。对对，那第一次跟他见面呢？第一次跟他见面其实都是拖到 MV 了。你刚刚讲拖到吓死我了，就是到没有，就是到拍 MV 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看那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对对对，见面哦，看那时候看到他的感觉的感觉心情呢？气场超级强，然后什么样？其实就是旁边有光，就对对，就像明星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就是整个气场就真的很强，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跟他跟荧幕上面所看到，还有他个人散发出的气质都是非常雷同，就没有接近，没有差异，差异点。那你在拍 MV 的时候紧张吗？还蛮紧张的，其实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支 MV 哦，第一支就跟他合作了，对，第一支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拍 MV， 以前都是帮别人拍东西，然后第一次上这种镜头，所以其实还蛮紧张。假高潮为什么会想要找他来合作？因为其实我在第一首我听到他。有一首歌叫傻眼了，那首歌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他的 vocal 声线，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他这个声线还有的旋律性就感觉很合这个假高潮，所以就找了他来去唱第一人选。对，他也马上就说好。对对，那拍了一天的 MV 下来呢？拍了一天的 MV 下来其实就很累，没有去就很累，好直接的孩子哦。对啊，有跟他聊到什么吗？也没有，那天也没有办法做很多的，没有什么互动，对，就是没有太多的互动。也因为在我们有很多分开来的镜头，所以就分散来去拍，所以也不会有太多的交集。你们很怨恨导演，为什么不把你们两个安排在一起？其实不会，还好。对，是很可惜，这么难得的机会，对啊，没有做到什么交流的部分。好，而且在拍 MV 的时候有一些小插曲嘛。哦，那是另外一支 MV。对，另外一支 MV。对，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假高潮，等一下再来聊另外一位咯。好。时代已经不对决，
在乎饲料那几分钱，那我们仙女最怕无限落灰，也难怪最美风景逐渐刺猬。哎，群主你可没得赞美，主有你就不怪他想暴徒，心情光辉你就当男尊，或者光着王造势冷脸看，没有个性人体真的穿了局势，权威可以一试，冒充真的等死。是的，那个刚刚在听歌进广告的同时，我们聊了一下 ，Spark 有一些怪癖哦。嗯、真的、啊，你喜欢吃特别的东西？对，我喜欢吃西瓜皮白色那一块。所以你不吃红色的地方？我吃啊，可是我更喜欢吃白色的那一块。为什么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小时候就开始喜欢吃，到现在还没吃腻。我还没有吃腻，就还是真的很喜欢吃。好奇怪哦，但我在想还有什么东西是会把那个。剥开的哦，还有葡萄皮啊！哦，葡萄皮很涩，不是吗、啊？然后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吃，现在不吃了。对，我小时候就是很奇怪，就是只吃葡萄皮，哦、不吃葡萄。现在是在绕口令吗？然后你喜欢闻味道？那、no, 对，臭味也是吗？不排除，就是很好奇呢，各种味道。鼻子很好，鼻子就是没有鼻塞的时候当然很好，很灵敏。哎、欸。因为我鼻子很好哎、欸，就是只要我们家狗去尿尿，我在客厅我就知道，真的、哦對啊，就是我没看到它去，但我会闻到，对，到底是有多臭，大家现在是这样想，对，像我家里只要有盆栽这种洒出来水，我就会知道，哎、欸，有东西那个盆栽，因为有味道，就味道，那快下雨前你应该也会知道，对，就会湿湿闷闷的，就有一个味道，没错，嗯。欸、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开始，因为我想让大家更了解你一点。毕竟你算你很新鲜。嗯，我其实鲜嫩，头发。头发。有一些，就你到夏天比较容易出油、哦，你会喜欢去闻人家的头吗？或是脚，或是一些奇怪的地方？皮肤啊，味道啊，我会耶，我会。但我喜欢闻自己，我不喜欢闻别人啊。就是对啊，就是很好奇，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口水舔一下会有不同的味道、嗯啊。就是你今天的状况可以从口水味道里面大概知道。对对 对, 對。如果你臭臭，代表没有睡好。对对、啊。哎呦，你水喝多了就代表你真的就有水味。水味我好像没闻过，真的吗？我不知道水味是什么味道。对啊，水的味道，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对，一个听众会觉得这两个人好奇怪哦。对，所以对味道，对。还喜欢吃特别的东西，对，很喜欢闻香水。哦，可是香水我很挑哎、欸，有一些花香的太浓了，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没办法，会头晕跟不舒服。对，对可是很喜欢去闻，就是不同的味道、嗯、这样子。嗯。会走在路边闻到一个女生香水很好闻，你就走过去，没这么变态、啊。好，这样我就安心了，好不好？好，真的聊了这么多，希望大家可以更加认识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因为像在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你可能都是比较音乐性的发文，或是工作上的发文，会有一些私生活不行。对，我要慢慢，你要让大家挖掘你，对，慢慢挖，慢慢让大家把你扒光，对不对？动态其实还蛮好玩的，对，动态就是很容易宣传个人私生活的东西，嗯，是害怕吗？嗯，还好，其实对，我准备好，嗯。好，这个从刚刚开始聊到现在，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嗯，对，我其实蛮好奇的东西，然后对很多都是很有兴趣，想要去尝试。除了音乐，还有一些幕后，或是像你说你在学一些音乐的硬体的部分，对，还有想要尝试什么吗？其实以前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小时候有学过胡琴哦？对，我也有学过哎、欸，二胡。小时候是国乐团，我跟你讲。哇塞，我也是学二胡，对对。然后还有隔壶、哦、嗯，它比较像大提琴，真的没有听过。对，嗯，为什么会学二胡呢？其实是学校有一些就是一人一乐器的这个运动、哦、然后我就想说要换一个乐器，就不想再待在小提琴。你说一个人一个乐器，对，一人一乐器的这个活动、嗯、但是从小提琴跳到南胡是一个很另类，因为胡琴一开始学不好都很像在杀人、欸、对啊，有一点杀鸡的感觉。对，那学了多久了呢？其实那时候就学了三年吧，嗯，就是高中这样三年这样学上去、嗯、后来就没有再，后来就比较偏幕后，就电脑编曲软体哦，因为都做得出来，对，就做得出来，用 MIDI key 就出来了、嗯、所以就很懒得去
嗯，很懒得自己在练。对对对，那你还学了些什么呢？我还学了一点吉他，还有钢琴。那其实什么都想试试看，就是都想试试看。然后虽然都是想试试看，就是学了一点皮毛，都没有特别去专精任何一种乐器。但你说的这些都必须要有乐器在身边，哎，所以这些你都有吗？嗯，这些都有。家人有说什么吗？嗯，也没有说什么，就让你去学。他们还是觉得希望专精一个就好，不要就是都碰，什么都碰。对对，那接下来呢？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还是一样吧，继续做音乐、嗯。音乐对，前面也尝试很多不同的道路，我也做过，可以去、建筑事务所上过班。我也有哎、欸，真的假的？我是去打工，对，因为我是学美工啊，真的设计。嗯，我是那时候高中有做那个星象测验，然后就检测出就是数理跟美学很好，就是很适合当室内设计的东西，所以去实习一下嘛，对，然后去操作一些软体，画一些图这样子。后来呢？后来就没有特别的兴趣、嗯，就是觉得好像不太是去实习，也是去实习了大概两个月。我也是一阵子而已。对，對然后就放弃了，这样就觉得不是自己那时候最想要做的。對對對對音乐也算是一种艺术啊，也需要一些美学啊，不同的、啊、嗯，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些数学逻辑、节拍上面的东西。好，那除了音乐呢？生活上呢？生活上吗？想要体验什么呢？其实想要体验，因为毕竟20岁真的还很。很多事可能都没有做过，对啊，对不对？想过很多疯狂的这种跳伞啊什么的，哦，这些飞机跳伞，对，但是还是要有机会吧，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你分享这些，对，希望。好，那个其实母亲节快到了，哎，对，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的吗？母亲节快乐，辛苦这阵子吧，每天帮我戴早上起来帮我戴隐形眼镜，哈，什么意思？对，妈妈每天早上都起来帮你戴隐形眼镜，因为我自己戴隐形眼镜，其实我是蛮会反胃的，然后就想吐，所以就需要别人帮我戴这样子。啊？什么意思？对啊，就我自己是这样子接触，你没办法，没办法去接触我的眼睛，手没办法靠近眼睛，对我自己心里会畏惧，然后会很反胃这样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第一次戴隐形眼镜开始？对，就最近上通告才开始学会，就是才让妈妈帮我戴进隐形眼镜这样。所以以前都是戴眼镜？以前都是戴眼镜。你度数很深吗？我200度。我一百，其实还好，但也是都会戴。但是还是得戴，看清楚一点，看清楚，眼睛比较有神，不会雾雾的感觉。对，我懂。哇，妈妈好伟大哦。对，真的就是每天起床，然后晚上要等我回家再帮我拆掉。对，因为我自己也不敢猜。那如果之后怎么办呢？长就再大了，就我希望我也能那个赶快适应这件事。你有去问过医生吗？没有哎、欸，这应该是心理因素吧？心理的因素比较大。对，好妙哦！我第一次听到，我有朋友是真的不会戴，然后但是他没有到会反胃想吐，真的、哦，他就是可能要戴好几片才会戴成功。哦，对。对，我都是，我其实别人帮我戴，我就不会有这个感觉，是真的那种不舒服，会真的吐，就真的去吐这样。啊，妈妈好伟大哦！对，真的，谢谢，辛苦你了。对，那家里是不是还要训练一下其他人会帮你戴一些眼镜？如果妈妈哪一天刚好出国，爸爸也不会戴，爸爸也不会戴，对，爸爸怎么办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嗯，还好你度数还不深，还好，还可以应承，目前还可以应承。对，就是明天母亲节要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你了，谢谢你。嗯，好，那有没有想要带妈妈去哪里庆祝呢？对，想要带她去吃大餐，可是也不会出去到太远地方，因为疫情的关系。嗯，好，因为平常都是妈妈在煮，对不对？对 对, 對，难得这一天，就带请妈妈吃一顿好吃的。Good boy。 好，那母亲节当然因为每个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歌手，我们都会请他推荐一首歌。哦，是明天就母亲节，我们是不是推荐一首？对，我推荐一下王嘉尔的一首，就是 I Love You 3000 这首歌给大家听。是要送给妈妈的，是送给全世界的妈妈，就收听的都是希望给大家一点感动的气息。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咯。是的，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请到 Spark， 也就是黄毅来到我们的现场，带来他的这个最新的专辑《格林城童话》。对，
你有什么想要再跟大家说的呢？介绍一下自己跟这张作品啊。这张作品，嗯，这张作品其实就是花了还蛮多，不能说时间，他其实花了比较多的这个心力吧，去挖掘一些我想讲的、想探讨的一些事情。嗯。然后就是整张专辑的设计啦，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曲风，是，就是从Hip Hop、R&B 到 EDM， 嗯，其实还有很多曲风还没搬出来，像其实以前写过儿歌啊，然后也对多一点。你有写过儿歌？对，为什么写儿歌？其实那时候有一个节目，就是有一个导演，就是找我来去。写儿歌好妙哦，对对对，所以这些都留下来了，就是都留下来了，太好了，所以以后可以再来玩这些东西，对，以后还可以再多多听一些不一样的口味。这样刚其实有讲说，其实这张专辑用了你非常多的心力，像是我相信EDM 要中文其实是还蛮难的，对，就是其实写 EDM 中文是一个还蛮艰难的过程、确实是这样子。这首歌熬了多久呢？这首歌熬了真的还蛮久，应该改过很多次。改过很多次，一开始从英文版，然后再把它改成中文版，然后再找，在途中又要换人唱，因为没有你的声音耶。对，没有我的声音。其实这首歌原本是要找、原本是一个美国朋友来帮我唱，可是换成中文版之后，就是也不能唱中文，中文所以又要去找我一个高中朋友 Cindy 来支援。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还蛮妙的事情，因为到最后一刻我才决定啊，用中文版比较好。而且是难得有自己的专辑里面，然后但却自己不唱的。对，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有点致敬 Alan Walker 的感觉。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也想要试试看，就是这个样子，当一个制作，然后当一个配唱，然后当一个创作人的概念。但这个 idea 当时一提出来，建宁老师怎么说呢？他其实就是给我很多的空间，然后就还蛮支持这种新的东西，所以很幸运哈，遇到他对对对这一路，对，真的。他帮我很多的忙，觉得很神奇吗？这一路走过来，对，其实这一路走过来真的很神奇，然后自己发挥的空间也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限制或什么的。是，那其实在专辑里面，除了跟 Karen CC 刚才讲跟 Sydney 合作，然后就你的同学嘛，对， 对，还有跟那个 FIR 的韩瑞合作，没错，跟他合作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其实我自己是当过FIR 的助理。曾经当过哦，是哦，我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助理，所以应该很熟吧？所以跟韩瑞就本来就是朋友了。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拍这支 MV， 就要两个人饰演那种情侣的角色，其实还蛮尴尬的。就是因为太熟了，对，太熟了，然后要去做一些就是比较情侣的动作，就会啊，有一直笑场吗？对，一直笑场，一直笑场，还被导演骂，就说：“哎，你们到底有没有去过夜店啊？有没有做过，会不会做这些动作这样子？”好笑，但是还是搞定了。对，但在拍 MV 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外发生哦。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在拍艺术品的那个场景的时候，上面有一个大灯泡，据说这个灯泡从来没有破过，然后就是在那一天就是爆掉了，然后差一点砸到韩瑞的头，他就在旁边这样子，好危险。对啊，其实韩瑞也很勇敢，就是他没有。没有被影响到，然后就继续把这个作品完成。很敬业，很敬业，对不对？辛苦辛苦。所以其实这整张过程中，真的遇到了很多很优秀的合作伙伴。真的，没错。自己给自己打几分呢？那这张专辑吗？还是给自己的这个？这整个专辑啊，这整个专辑啊，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啦。确实就是，我想还没有把我整个人完全的表现出来，那只是表现了我某一块某一部分的我。像其实我的创作灵感来源都来自于生活跟情绪，是，所以就是当时的情绪就比较负面一点，所以就把整个比较个性化的东西就完成，就是塞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像最近就比较 smooth。就是又不太一样了，对，就写比较多 R&B 比较 chill 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听我的作品，然后多去了解我这样子，对，不同面向的，对对对。那你自己平常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还是其实也不受限，都很广，因为真的。从那是其实是应该是培养出来的，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做也有做电影配乐啊，所以就会去听一些很多电影的电影配乐，然后儿歌啊写什么都是很广，对，儿歌真的很妙哎，就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东西，然后杂在一起，我的歌单就是很杂乱，但有的时候就是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想法啊，对，反而就觉得说哎。
是不是好像都现在很多歌都照着某一种模组在走、然后就想要哎，有点不一样的这样子、那你创作也都是用手机吗？就想到就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还是怎么？对，我都创作灵感其实都还蛮白痴的，就是我就是打开电脑，然后下 chord， 然后打 beat， 然后上传 SoundCloud， 然后就觉得，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烂，我就把再把它删掉。哦，所以你会这样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不是突然想到就把它哼出来，或者有时候会啊，都是有，就不一定。对，就是很随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好好，但其实真的这张专辑真的我觉得很认真，然后讲了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太像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做出来的。对啊，很棒，谢谢，请继续加油，感谢，好不好？那最后我们要来选一首歌来播，这里面有哪一首歌是在整个创作或是在制作的过程中让你觉得对最痛苦、最难的呢？最痛苦、最难，或是最快乐的？其实难的话，其实真的要是停不下来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其实是真的还蛮难的，因为那时候要想一个比较简单的旋律，适合我的 vocal 去唱，然后要配合 Henry 的这个声线，然后要那时候已经是为他量身打造了。对，那时候本来就是知道说要唱情歌，然后就想说要两个人唱的都好听啊，要好记啊，然后要 catchy 的 point，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花了比较久的时间，琢磨了多久呢？4-5天这样子。4-5天的时间，对，但终究完成了，就完成了。然后和声的编排啊，还有乐器的安排啊，就是参考了还蛮多，就是现在这种感觉 R&B 的感觉，对。好，不过在听这首歌之前，你等等是不是有一个活动？你要赶去现场，等下要放你走了。对，在西门红楼那有一个快闪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到现场来看，猜猜看我要干什么哦？啊，几点？几点？2:30。2:30的时候吗？会在西门的红楼。西门红楼快闪活动，给大家猜猜看，不知道要干嘛？对，好好奇哦。对啊，不能透露一点线索吗？不可以透露，只能透露2:30在西门红楼，希望大家赶快去支持，支持一下到现场，好不好？那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歌咯。好，停不下来，谢谢，谢谢，谢谢。回到房间，你为了孩子身上聊了半天，你声音还在播放，不想再流浪。You turn me on on， 赶紧答应我再住进我的心脏。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 I will never make it shatter. Spit it by like a rapper, make a story to like chop the apple. Missing my heartbreaker, dare you again, I'll strip broken. Watch you moment, I go deeper, all the doors are I'm a keeper. 从我看见你的那一刻，心跳莫名变罪恶，对你思想好狂热，赶快卸下你的保护色，陪我欣赏这夜色，除了想要麦克勒。